does. All the things you do make me feel is confusing. 啊，你看，天哪，我这个肉。就是上来跟你聊天这样，你给我一副相貌的表情。I don't really know what I'm. 这样子面对他们。 这个是等一下微微去，然后好的话再用这个按，然后它有附这个是纸尿裤，除完私密处的话可以用它。那我现在呢就要准备先去洗一下换衣服，这也是很宽敞。 设施，然后我每次来都会穿这种很方便的那种发梯，然后就不用再额外换。那我现在就要去除毛，我今天除的是腋下跟私密处。我现在已经准备要除毛，然后我选的是光学除毛，因为我怕痛，我蜜蜡过之后我真的是痛的要死。 它比较不会痛，可是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点痛，因为我就是一个冷痛度很低的。那因为等一下也不方便录音，所以就是简单的记录一下。那如果在高雄或者是有来高雄想要来这边做的人，我还蛮推荐的，因为我来了一次之后，我就是真的都固定在这边。OK， 我现在刚除完，然后刚刚就是在这个。 台上，我们晚上在爸爸妈妈的房间小聚会，泡面聚会。嗯，哇，吃宵夜，哇，好好吃哦。嗯，加辣的，加辣的看起来比较好吃。别讲诶。 嗯，给大家看看，我今天长得超级像良家妇女的。麦当劳的原版。回来台湾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吃麦当劳，因为金门只有摩斯，吃不到，吃不到，吃不到。 冰旋风，我想吃好久，然后我在这边监控。我点了一个冰旋风跟一个苹果派，这样会不会落塞？你看他，你好，你看他现在对焦我，那他对焦你，有没有？他现在不会就是很生硬的那个？对啊。 全卖！啊，你看，天哪，我这个肉就给大家看，还没有。高级的按钮哎！现在我们刘小姐正在试穿衣服，大家来买一些。 回家会被打衣服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跟石雨桐石小姐跟她的，我们来巨蛋的翠园吃晚餐。这个隔板真的是聊天很不方便。久违之下。 在外面吃饭的感觉怎么样？很自由。你看，外面的空气很新鲜。我觉得他紫薯猪没了，我会生气。我觉得现在真的还是可以到外面吃饭，已经比之前好。跟你们三个长得很像。有。
可能这样说，好像有点像姐妹。没有，我没有恶意啦，我就是上来跟你聊天这样。对，因为我也不像卖东西。那你高雄人吗？看起来像中北部的。不是，我们都是高雄人。真的哦。我是说真的，你是有在做 YouTube 吗？我有在做影片啦，你可以在 YouTube 搜寻奶油粉。搞不好没看到这个。真的假的啦？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我会上的。分享一下你刚才感受的。尴尬，尴尬。哦，可是那彭燕吗？是彭燕吗？彭你。所以我们三个走在路上是姐妹。美丽的人都有共通点。早安，今天是礼拜。这个在上面。怎么了？前面发生什么事？爸爸口罩戴反。我一开始，那我把它装反了。八十七路公车。我们现在在 IKEA 停车场。我上一次一起来 IKEA 应该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地方。哎，好漂亮哦。好难得哦，好幸福的时光哦。怎么办？我好喜欢这些动物哦，好可爱哦！你看这个我还好，这个。这个欸，你跟我骑慢一点，我拜托你骑慢一点。减速，太累了。哇，来看看这个肉，爸爸煎的肉，牛肉。今天我们去好市多买的。哦，好啊。爸爸，我不喝酒。那你放好不好？等一下它掉下来。反正他那时候没关系，东西丢掉了，那就惨了。这次暑假回家，很快的就结束了。拜拜。高雄回金门来啊，然后我现在在机场的厕所里面拍一下今天的穿搭，配我的新相机。这次高雄的行程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，那最后会放给大家看一下快筛的画面，因为我还没被擦鼻孔过，希望大家看到之后可能就对快筛会有所感觉，兴奋又期待。因为我听说擦鼻孔是擦到上面去，有很多学弟妹要来金门了嘛。身为学姐的我呢，就先擦一次给你们看，让你们来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害怕了，对吧？这个画面真的是有够怀念。三年前那个时候，我也自己搭机去金门，所以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超级老练。就是要等我妹来机场，因为她也要来金门了。健康声明书的下面我是没有快筛的，这是我的行李。在等待我的快筛报告，因为刚刚太忙了，是我一个人，所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他把翅膀放在那个篮子之后，检测人员就是
这样子面对他，然后就鼻孔整个就对着天上，然后表演下的时候他就拿一个很长很细的，跟大概跟棉花棒一样那种细的长笛，然后就直接从头一口这样弹下出来。我觉得他的感觉有到这边，就是到我的鼻孔这边，然后就是酸酸痛痛的，可是真的是每个人他一定要快闪。我觉得这是很重要，可能比打针还要不舒服一点点，因为打针可能0.5秒一秒，那它大概有3秒，就1、2、3，然后抽出来。然后我现在就是已经在等待我的报告了，然后我就回来啦，跟大家最后分享一个快闪的过程。然后谢谢所有的医疗人员、防疫人员，看到他们每天都要在外面，就觉得好辛苦，我真的是辛苦。现在是移到最后一点，这样就很正常。我两个白痴，在最后一点。